利塞勒斯与利亚姆海姆斯沃兹。据外国媒体报道，本月10日麦利塞勒斯和锤蒂利亚姆海姆斯沃兹宣布分手，两人结婚不到一年。麦利的代理人声明称，两人已协商同意分开，双方依旧会照顾两人的动物，也是怀着爱意决定分开。而在分手消息传出之时，麦利正和朋友们在意大利科莫湖度假，其中一组他与友人 Caitlin Carter 的热吻照传开，被传他很快找到了新对象。而有外媒报道，两人并非恋人关系，麦利亲吻 Carter 是因为当时派对太嗨了，又喝了点酒。他向别人介绍 Carter 用的是朋友而非女朋友。麦利与 Caitlin Carter 消息人还表示，麦利曾非常努力地想挽救与海姆斯沃兹的感情，但并未成功。他还想过去接受治疗，想让自己保持健康和专注。而海姆斯沃兹近日在澳大利亚被媒体当街目击并问到分手一事，他回应称，你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，我不想谈论这件事。